一直叫生我的腰。对，他就滚光头，不敢打头，恐怕无还。打头了，下来你。本官因本无识识，不相信。你竟然讲我是你的红婿，冒犯官衣，敢讲你唔是失条之罪吗？你就是天台，我哪有可能认不台？为什么你有官通做，反面唔认人呢？好，你带空蒙相信，我依你根本就不相信。何方的野狐来到这，你根本是要来攀梁附凤，坦白讲一句话。今日是何番意思？我无要跟你斤斤计较，你若继续安尼纠缠不清醒，我是无放你家丢。不可能，咱两人已经约定亲情啊！你有答应安尼啊？要好好照顾我一世啊！无疑你亲妈已经打掉地位啊！你若无爱另外亲情，要哪呢？我要甲阿娘讲，你若是断在这个所在，计亲唔去死是我亲情，等阿娘来，叫阿娘为咱出钱公道。你老啊，听清楚，本官嘞，天生地久，我无爸无母，无无你这个无结来我的身躯边，你什么人，我无相信啊！小妹得讲，你竟然讲出这样不讲国义的话，当时我当年当初是跟你求断爱情，你敢有可能是心切关切我？哦，我的讨人情的对啊。好，来讲我无本意是本。是八六二弟兄，是，大处，你敢听清楚五年音？不管怎样，本官忍耐性是有限度的。你讲我跟你有感情是，安尼是好。这是八六二，你百姓也是真感情，是八六二，上咱的感情要。你要放手哦！我爱放手。放手。我唔。
就算你无爱你，我甲你阿婆会过去。